一定影响。雨上风华，晴暖人间。波司登40周年时装秀昨天在常熟举行。波司登从八台家用缝纫机起家创业，历经40年奋斗，缔造了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领军品牌，品牌价值达207.25亿元，位居全国纺织服装行业首位，旗下产品市场销售份额连续多年占据中国羽绒服市场半壁江山。